不是，你没有 WiFi， 你打不开收款码呀。收啥款呢？就少那个付款那个地方。我们这不是有现金了吗？他又不收现金。谁呀？那个双人保机器啊。哦，对哈、哦。那咋办呢？哦，哇塞，那个钵钵鸡摊会不会太大？哇塞，这边这个更大。这边那摊更大，哇哦！我还以为没什么人拿现金了呢，很多哈。刚才呀，我去买了一杯柠檬水，然后那小哥就看我嘴上吃串，可能蹭上那个辣椒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默默的从柜台后面递了一张纸给我，太可爱了，这暖男这是。我的勤俭持家呀，我女儿真的随去了，我女儿这一天都笑死我了。还挺甜的。嗯，我觉得这个这菜凉面挺好吃。我觉得这种地方就很好。便宜了，十块钱一束。这个蓝色这个叫什么花？蓝色的小雏菊。啊，小雏菊。哎呀，好便宜啊，这鲜花。十块钱一把，我、哦、天哪！还有玫瑰，玫瑰就三朵。走了。走吧。我们来到了，哎呀，哪去了？啊，在前面呢啊。白激动了。我们来到了大名鼎鼎的。抚琴夜市，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取舍的哈。这里，抚琴夜市到啦，耶！老长了，宝贝，这条路。真的。对，走。看起来，这怎么汽车往里开呀？好多好吃的。其实我今天的话，原本是想说。带女儿去吃一个我老公特别想让我们去吃的东西，就是冒烤鸭。他之前的话就是看视频看到流口水，然后就说老戴你一定要去帮我吃吃看。可是我们就是不是飞机转机少了一天的时间嘛，然后就安排来安排去的话，那个冒烤鸭主要是实在我女儿吃不了，但是一大盆里面都是那个就是冒菜，那太辣了，我女儿吃不了。这有一股很浓郁很浓郁的火锅的味道，是不宝贝？嗯，闻到没？然后我这两天不是想说买东西给我爸妈寄回去吃吗？然后我想买一个乐山的甜皮鸭，刚才我跟那个店家订了一个，哦，然后他在帮我抽真空，然后再寄这个顺丰回去。一会儿烤苕皮我一定要来一个。我们先往前面走走看，肚子有限呢，东西太多，所以筛选一下再吃。苕皮我没吃过，一定要再来一个。哦，这个好酷哦，就在门口这样，然后在那个院子里面，然后桌子也在院子里面，看一下有什么。麻辣烫，在这里，这也算吗？啊、哦，素荤素都是五毛钱一签儿，五毛钱其实还挺便宜的。对，但是他穿的签儿多，你看我女儿都发现了。走吧，宝贝。那我没看到荤的，这不都是素的吗？我放不下。烤猪蹄。啊，烤脑花。寿司。你觉得那些玩意？哦，对呀，这夜市可能纯吃的夜市。我们这边夜市多数都是纯吃的，对吧？哈。我女儿胆子好大，这些敢看的呀。啊、哦，我没办法。哎，那蝎子吃了不有毒吗？啊？那蝎子不要有毒吗？豆浆这样不就会坏掉了？蹄花老兵蹄花。一只乐山钵钵鸡啊！天哪，这多长？这边还有一部分。我
哇塞哇塞哇塞，宝贝你看这边，哇塞，哦，哇塞，那个钵钵鸡摊会不会太大？哇塞，这边这个更大，这边这摊更大，哇哦。嗯，这边这条街也是，这条街也是，它曾经因为啊就是太热闹了，然后被附近的居民投诉都关掉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后来又开的。为啥被投诉啊？太吵了。对呀，啊，都是游客到晚上多吵杂，你看住在这上面的哪受得了？脑子该炸了。对呀，啊，脑子都爆炸了。真的是沈阳铁板鸡架，真的。你要干嘛？没听清楚的呢。对呀，啊，你要干嘛？不知道干嘛。走啦，走啦。蛋烘糕有点像我们吃的鸡蛋糕，对不宝贝？它就是一个饼的形状，然后夹一些料在上面，有咸的有甜的，就这样。你看，感觉很帅啊，好帅哦！街头小吃，这有锅盔了，锅盔我就吃我门口就好了，不在这儿吃。妈妈看见蛋烘糕，怎么样？就这样。烫哦，烫啊！等一下再吃。了，这台湾美食，哪个是哪个呀？台湾美食是哪个呀？那个没做这两天哦，怪不得，我想说这个是吗？它这是那什么的味道吗？那个，哎呀，它是料流出来的，宝贝。你拿，你就只按着。嗯，好，我给你拿了，你先吃。你拿，怪好的。它是那鸡蛋糕的那个蛋，那个那种饼吗？嗯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哈。它这个奶油很那啥哎。他说是动物奶油是吗？我也尝不出来呀。我能。你试试呗。我能。不大，你看这边也都是哈。大不大的夜市？我跟女儿说这边很大，我女儿说不信。你有选出来你要吃什么吗？没有啊。这啥菜？水仙吗？哦，蘑菇烧。好多小摊儿。嗯，你吃吧，我不吃，尝一口就好了。看这儿，街头牛排，这挺像咱们那边夜市牛排是吧？但品质不知道啥样了，我没过去看。你看我们霸不霸气？小瓶不够喝呀，朋友们。尝尝看，宝贝。烤苕皮，原味的。我们这个是，什么原味的？包了什么？酸萝卜跟葱哈。然后我们的那个什么，我们那个 WiFi 没有电了，只能付现金。还好他找得开，100块呢。我们想说，哎，我们一会儿在那个什么，有借那个充电宝的，咱们借一个，是有付费借的那种。没有线啊？还有，还有，那上面带线。嗯，因为我们想说背的那个充电宝很重，然后就懒得拿出来，哎，就没带。然后手机都还有电这次，然后一看 WiFi 没电了。不是，你没有 WiFi， 你打不开收款码呀？收啥款呢？就扫那个付款那个地方。我们这不是有现金了吗？他又不收现金，谁呀？那个双人保机器啊。哦，对哈，哦，那咋办呢？好吃不啊，嗯，？QQ 的还不错哈。他，嗯，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泡萝卜是吧？酸酸的。然后我女儿说要的不辣的，他这个皮的话很 Q， 很 Q。哦，豆干是这样的，那大豆干你要吗，宝？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呢是没有签字的？他们都为什么是签字？我还以为没什么人拿现金了呢，很多哈。关键看到这个口号啊，不要打架，打输住院，打赢坐牢。哎呀，后边这一句，警方提示了，打架成本高，下手需谨慎。然后派出所全天不打烊，你看。但请您最好别光顾，哎，有意思哈。我们来的太早了，现在就上人了哈，人都来了。那我们也不知道吃什么。好烫啊！慢慢吃，可急。豆干，我刚脚看见没小裤衩哎。嗯。刚才呀，我去买了一杯柠檬水，然后
那小哥就看我嘴上吃串可能蹭上那个辣椒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默默地从柜台后面递了一张纸给我。太可爱了，这暖男，这是我的勤俭持家呀。我女儿真的随去了。刚才我在那边那个夜市，我说有爆打柠檬12块钱一杯，我没说价格，一开始是我女儿自己看到的。我说宝儿你喝爆打柠檬不，然后我女儿说冰雪蜜雪冰城4块钱，你喝这个12的。因为我们在刚才就是看到有人拿蜜雪冰城，我就问人家了，我说在哪儿买的呀，人家说在隔壁。然后我女儿说我你买12的，你蜜雪冰城4块。所以我们就买了蜜雪冰城的。宝宝，那个遇见那个在哪儿？过油了吧。成都用现金也挺方便的，因为我那个 WiFi 就是没有电了嘛，所以说我不能用手机支付了，我就买了什么，你看刚才买了烤串，然后苕皮，对不对？苕皮第一份，然后烤串，然后这个饮料，还有这个叫什么炸的南瓜，还有什么，我女儿去买了那个玩就是文具，都是用的现金，就这么多家。现在我要去这个什么遇见麻糍，我想这个就是马吉，然后他写叫这边叫麻糍，麻糍，麻糍，我点了两个，尝尝看。对他们送了个手套。我女儿那是冰淇淋，外边的是奥利奥粉。我的是叫什么肉松，里边是什么芋泥，芋泥跟肉松双拼，尝尝。是不是就马吉？嗯，好吃吗？挺好吃，挺好吃吗？可以啊，你吃我不吃，我吃我这个就好，我这样就好了，一口就好了，其他给你啊，宝贝。嗯，不要。芋头是我爱吃的，马吉我也爱吃。嗯，我觉得那个推那个菜菜凉面挺好吃。我觉得这种地方就我女儿好讲究，我还把人家桌子给整理了，这样就对了，宝贝。这下等我吃完的话，给。我女儿在这儿刚才看了个吊饰，我给大家讲啊，那吊饰卖15块钱。然后我女儿说：“这好便宜啊。”我说你啥消费观呢？15块钱一个吊饰，你说好便宜啊？然后完，我女儿说：“那还不是你带我上了趟熊猫那儿，就给我看坏了。”我说：“宽窄巷子啊。”她说：“对呀、啊，那还不赖你，你带我去的。”我女儿这一天都笑死我了。这啥呀？啊？吊饰啊？这个是那个藏族商吧。走进夜市，我们来过啦。你看这里面现在很多很多人喽，很多很多喽，朋友们。看，我的天哪，宝贝，你看这里边现在多少人了？哇！看这里。那抚琴夜市好像是开到11点，不是11点半。我的妈呀！方便了游客哈，大家有的口福可以吃，可是真的周围的这个居民的话就很吃苦了，因为那个噪音呢到晚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油烟呐、环境脏乱呐、什么的，哇，真的辛苦了，怪不得那个时候被投诉了。他这边真的是在居民区，就在居民区旁边，然后也开得太晚了。我觉得我刚才在那个坐公车过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这一路上哈全都摆着小板凳，我以为在排队要抢什么抢购什么东西呢，原来他们是在占位子，可能几点以后警察才不会抓，就是城管什么的，他们就先拿板凳占位子。然后像这种的话肯定就是不收费的，就是免费的摆。或者这种露营车的新用法就是摆摊儿，看到吗？全都是，你看摆摊儿车，这个算是我给大家看，他们都用这个露营车当摆摊儿车。是什么啊、哦？风扇？还要看前面吗？还要看前面吗？啊？还要看前面吗？啊，等等，哎，我的妈，这不是我小时候的冻秋梨吗？它是卖牛角棒花的。
谢谢。买票。